的老味啊，这很大哦，超大的嘞。等一下还有更大的，哇，这个还超多甜品啊，金瓜的，这么大个哦，啊这样怎么卖？我去卖拢嘛，照遐照重量。哦，重量。重量。一斤嘞，我拢卖超百二。哇，一斤百二哦。啊，这个都，这都是一样的。出发喽！出发喽！走，现在要出发了。下面那个锁链好粗哦，对不对？怎么着？现在要勾虫虫，我帮你拍啊。那个，下去数秒中鱼的。预备，落水啊！看好啊！好，中鱼了！天哪！十秒中鱼了。那里有石头。你帮我拿了，我下去装，你帮我拿，你帮我拿这个。好的，高手下去装。现在高手已经收手，哎呀，螃蟹呢？哪里？你看那只螃蟹抓上来，那一只死掉了，看。我不敢抓螃蟹。你怎么不敢？它死掉了啦。你竟然不敢抓螃蟹？哎，那个是原生的呢。啊，这是脱，它生完蛋了。哎呀，哇，没有了，还有蛋呢。还有蛋了。你看，死了。哇，我要把它放回去了。为什么死啊？把它埋起来。对呀，气候不良吗？好了。又死一只哎。怎么死那么多？这生态很好哎。哎呦，第二枚下水喽。秘密三连载掉下去了，继续。对，你那颗我就是要凶那颗，没有拖走。对。你啊。怕了。好吧，再见。怕了啦，好吧。多两条。小鱼儿。把它回家了。回家吧。回家。做不到。哦，不过真的是大条的，很大条的。这还不是最大的啊？对啊，这还不是最大的，这个是中间的嘛。它怎么一直有？因为水太多。对，水太多了。对，打不掉。放生。好，放生，来，回家。OK， 好了，来。哥哥。一只锄头还是两只？来。这我看一下，这个不是有卷吗？有啊，这个都蛮有。哦，你到这看啊，之前很多了，啊，地址要变了，这里也是哦。对啊，那也是变。很漂亮哎。嗯。还有天气耶。这还有苦花。还有苦花。有苦花。你把那喊。这上次不能过。好了。哇球！可以啊！这里也有。小心！这个跳棍嘛。对啊，这跳棍啊。下去了，我下去了。对，哪里？对。哦，你眼睛很厉哦。开玩笑，你太久没钓鱼了，所以现在已经钝掉了。哦，这只大只。这是要钓啥？钓的，幺三，就要钓老毛的呀，钓大尾啊，钓老毛的啦。我每次钓鱼就是从这里挖，对，这绝对不会。现在比较少了哈，因为那个没有大便了，没有大便了。以前很臭啊，很恶心，那个水面。哦，哎，鸡子虫，哎，这边就，我的这钓头鳝，没坏哦，真的。对啊，那是头鳝啊，必杀呢。
啊，乌鸦怎么挖没几只而已啊？怎么可能？怎么？那很干呢、欸，土太干了吧？对不对？好近啊，这边。哎，这有水流的地方吗？这一颗石头下面应该有。哦，很重呢、欸。有，对对。好小只哦。小只应该没什么味道，对不对？嗯。哦。嗯。所以那个鸡子头很多，小只的很多了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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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喷出来了。对。啊，有在下面，这里。这里还有一只。对。对对对。对。今天挖蚯蚓。抓起来。喂点喂点，点点点点，低着头。哎、欸，你砍到一半呢，这样。这边好像比较多一点的，这里小心手。对啊，这还比较多一点。对对对对。哦，这个更大只。有哦。嗯。这个头上，有这只哦，鸡母虫，鸡母虫。哦，今天真的超赞的。什么都有。什么都有啊。那里还一只。哪里？我的眼睛很利呢哦！你已经讲了好几次了，搞笑哦！对对对对，哪里？哦，跑出来了，跑出来了，断掉了，断、哦、掉了！阿弥陀佛，这里还一只啊！阿弥陀佛，跳过了，这个罪过罪过。哎，哪里？哪里？那里？这里？那个蚯蚓洞啊，很大，在前面一点，你挖前面一点，这里，这里也有，哪里？这里。这样够了吧？够了，哎哎，断、欸、掉了，出来了啦！断掉了，那我们把头放回去，头放回去还会火啊？是吗？会死的啦！它会在没有环节以前的会火，哦、会在长，所以那个还会在长。真的？真的哦！我头怎么变那么长了？对啊，它蚯蚓那个头环节，你把它砍断哦，它其实它后面会再生，但是尾巴也会再长，可是它没办法长头。哦。来，要不要？欸、小心砍断掉。我没有劝你，这是大事，事情大条。Hello， 小哥哥。哦呦呦呦呦！哦，小哥哥，他是站，啊，我们再来嘞，再来要干嘛？再来要去找钓竿。钓鱼，是。人家坐山吃山的一个概念，我的好朋友阿冠他家真的是资源丰富啊，这边种的东西都是他们家自产自销的，如果要买山产的话可以跟他们买，他们家有水果啊，有甜龙笋啊，很棒。现在要去找那个竹子啊，当钓竿。真的是迂回路转。哦，那一只卷超粗的嘞，有过大条的，恐怖的卷，哇，超肥的。没有，等一下再取。这个竹子很赞哦。当钓竿，当钓竿，专业的。哎，快点哦！这个是山上的小孩子知道怎么戳这个竹子，用刀背，不会用刀锋。对啊，刀背就是厉害了。对，有些做起来的在啊。啊，这边的时候就不能断掉了。是哦。因为等一下这里要绑。哦。所以就。所以这里怎样？等一下就是绑这里這哦，这样就有一只钓竿了哦，超赞的哦，这只可能太长一点，那一只哎、欸、那一只不错哎、欸哦、你觉得尾巴哦，这只很好，两只就好了好不好？好啊，不要抽那么多只啊，不然累死。我、哦、这只竿尾蛮细的呢、欸、这只你要钓卷哦，这一只钓它，这一只很敏哦。
这鸡都变的哦，对不对？应该还可以。好，转念。好，可以。电话。这个比较适合。这个。对啊，它灵敏度比较高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超原始的。超级漂亮的，哇，那水超清澈的啦，我朋友说这里还有苦花，哎，改天有机会来这边看看。这是苦藤哦，哎，那个吃血糖降血糖的嘛。那这就是柠檬水。哦，你家的，来介绍一下，快点。现在还有吗？没有挖完了。这个这一季已经结束了、哦。哎，要吃，明年要吃哪时候才有？明年就是六月初的时候啊。哦，你看，哦，他们家的田龙笋超赞的，很自然嘞。这就是挖完了。对，是哦。今天早上挖的。热销完毕啊。对。哦。这个是长一点的，我们剁掉的。哦，那个长一点的就。这个。哎。看瓜吧哈、哦。这边没有猴子啊，有猴子要待上面采。这边有猴子的话，大概完蛋了吧？小只的田龙笋还是小只的？是哦，就比较没有养分。所以你们家也不会采这一种的嘛？不会，你们都会采那种高级的哈。对，我们都采那胖胖啊，像这只啊，这只就是没有做到，等一下可以拿刀子剁。哦，这只刚才没有看到了。超赞的哦，限量发行。你看那个阿冠他们家的田龙笋，六月底要预购的。然后到哪时候就卖完了、啊？你们都到这个时间了、啊，这时间全部卖完了、啊。哎，快采，大概两个月。哇塞！哇，得天独厚的环境，超级赞的，很棒很棒。啊，那里有。这不用晒太阳的地方。回流出来，对啊，真的哎。我看到一个以前晒太阳。这个，而且又很好走。超赞的啦！这个果然是在地的。小心哦、喔！这回流区都还没有消失哎。来砍这边哦。哦，那个水汽好大，来，它、啊、这个水是从石缝里面渗出来的。等一下要帮你搓干净。有啦，这里超凉的啦，然后超漂亮的。哎，站在这石壁上钓就有了。哎，那个大石头还在嘞，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在那边钓鱼？还在啊，还在也没看。我、哦、那里比较热哦。那一只也太粗了吧！哎呦，白蚁吧？白蚁哦。白蚁。喂。全部白蚁、啊，哇，全部是白蚁啊！天然的 Aza， 超多的 ，OK 啊，好，可以啊 ，OK， 白蚁，前面要拔，好，勾我勾我勾，我来勾挖进来，好 ，OK， 这里要剪掉，好，这里要捏掉，好，捏掉，不用太长啊。对不对？要它动啊！欸、要有在、啊、有在动就 OK 了。摸得到，尖尖甩，滚、哦，要可以哦。来，稍微拉一下，你要把它拉动一下，因为怕它沉下去。走，一点零转。
回家。爱情吗？哇，有很多。海是另外一个，不要掉。哎呦呦，坐定了，坐定。好，你这边先绑哦，嘿。好。这是用那个来套住那个嘛？套住石头。石头嘛。对。避免挂底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好，可以了。等一下你套完。等一下我弄给你看。好。沙子地区不是通常不太会躲。不一定哦。哦，来了，来了，中了。哦，保护尾的。啊，收到它，不是大尾的，大尾是卷的，是卷的。这卷子啊，啊，波钩，啊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啊，有。哎、欸，脱钩啦，超有力的。那个是卷子啊。哎、欸，它吃白虫。白虫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吃完了啦。哎、欸，真的嘞，难怪不会抖。阿冠的钓竹，然后是擂台绑石头，再是竹子，最阳村的钓法，最阳村的钓法，好，看看看看，究竟哪一个会赢？是，对，我觉得你那个好像怪怪的，怪怪的哦，对不对？可是又好像，那应该是水流吧？我觉得好像也是水流，这一只超屌了。啊，哎，等不会动，不是吧？动了，有啊，哎，真的，有了，丢好的，大只啊，大只，哇，这一只回本了啦，回本了，好啊，哦。三猪的脚印，好大哦！这是它跑的地方，你看，全部都是跑的地方。它用它地沟给那里吐了。哎、欸，啊，笋子来，你看看，这里有吃过的痕迹。它会长，这就是三猪吃的。嚯、哦，你这样搞起来，你看它把它吐成这样子。哦，你们死人，啊、我的是人为的。你看它的脚印差不多那么大有在这里。哦，好大，超大的嘞。哦，这个是，来碰骨盆，恭喜恭喜。阿林家没顺了吧？没了，就不用找了。太屌了！哦，整只都撞掉了，你看。夸张，有那么饿吗？Where are you？ 你会打了哎？这里来，再往前。OK。这里。哈哈。我看到了，看到。先抛一竿了，我来抛一竿。钓旁边就好了哈。
下干气。哎、欸，腾架高，你不会甩下去放着哦？有嘞，那时候没有鱼哦。啊，看来钓山嘞，那够实在啊！好山好水啊！感觉快下雨了哦。雾茫茫的，赶快撤了，快撤了！啊，钓再钓一下索雷啦！好，带进去。吃饭再一天再吃啊！好，去哪里钓？在啊。就刚刚那个小溪啊、喔。对啊。不用走很远。可是感觉要下雨嘞。啊，钓个十分钟啊。之前冷风嘞。哎呀，冷风嘞。小风啦，小风。小风还好。你也知道这道理哈、喔？当然了，冷风差不多被爱照啊啦。冷风要跑了、啊，冷风要跑，没有错。代表远方是那个水汽，雨要来了。哎呀，雨要来了，啊，要散了啦。住在山上都会有那个自我警觉的。虽然今天没有钓到什么了，也是很好玩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去拉乌龟，拉爽爽。拉乌龟嘞，你家那个乌龟不用拉了啦，那个太多了，会拉到吓死人的、啊、哈。我比较好奇的是里面的鲶，好不好？鲶不知道跑哪去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啦。哦。再见，再见。在那里？啊，再见，在那里。拜拜。赶快回家长大吧，下去啊，滑翔哦，咻 ，bok， 白龙，好了，可以，转弯，不要紧，我提，哎，阿是咩落去？不跟你说吧，这里下去危险了，这下去那么高，来 ，OK， 来，这就可以了，好，来，这就可以，好，坐着，对，来，有鱼吗？碧沙马上咬。中了，怎么那个小只鱼？哎，太小，开湖，哥，太小了吧？这就是太小了。好，下一站，来多一条啊，阿狗，还是有鱼啦。吃超小粒的，嗯，然后这边的马口很健康的，都肥肥的，好不好？是吧？哦，再跳，深色追击，哦，炸水花有没有？不是，重点是他不吃饵，吃浮标。哦吼！中了啦！小只的一枚。很健康的，你这个都没有感染红鸡。对啊，回家。中了！你看内行，我就知道，很棒哦。
中了，哦吼，连装连装，而且饵还没有换，饵还是一只虫，一只虫要钓几只鱼？十只，十只哦，会不会太猛？第四只。算吗？算，浮水就算了。嗯。第六只。嗯。第七只。在打雷了，没有中，不算，没有浮水不算，有了啦，第八只，哦，这还没有。九只，第十只，目标达成。现在天空变黑了，我们要收工了。天空变黑了，第十只 ，OK， 好了 ，OK。今天是我跟阿冠一起来这边钓鱿啊，阿冠，他没有钓啦，只是帮忙而已。以前喜欢钓鱼，现在不能钓鱼。好啦，就现在我们正在拍这个水下的状况。对啊，下次有机会再往上游去探看啦。好啦，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